你可以再靠近一点，他们的年龄你绝对猜不透。哎呦，顶多他就是25岁。看到没有？最大的岁数吗？对，最大的52。讲真的，他看起来比较年轻呢。真的假的？朝廷演出风采更胜美少女。看到一个人的影子哦，谁？钟慧敏。蛮多人说我。敬请锁定今晚9点，三立都爱台综艺大热门。